很多车友问我说这个豪哥的魏豪房车怎么样，那咱没看过咱也不敢说呀，正好借这次展会我去找他啊，看看他那个魏豪房车怎么样，就在那位置。豪哥你好啊，我来蹭蹭你流量来了。别这么说，你好你好，我来了，看看你那个看你的这个魏豪房车黑了吗？黑了吗？你也没白呀。我也没白，你比我黑的。怎么样，你这次就开几台车过来的？就一台啊，就这个是吧？就一台车过来。行，那我瞅瞅啊。行，因为好多车友问我，问我没见过，我瞅瞅去。哎，360啊，这个是那个欧胜的那个3.0T的那个柴油发动机的。对对对，新欧胜的底盘的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啊。啊，你有速，这国六的吧？对对，国六的啊，国六的，国六的要将近。卖国五了。嗯，国五已经不卖。现在国五的是不是七月份就上不了牌了？7月1号，这个应该是全国都上不了，全国都上不了牌了。啊，然后这款是一个，这里面是个小桌板，这个我们就不打开。啊，里面是空的，因为里面装洗碗机。豪哥加水系统。啊，对，豪哥加水系统这个是。啊，这个是就是带一个自吸泵，自吸泵，对对对，这个一按就行。这是重力加水，重力加水。然后这是燃气的还是燃油的？这是燃气的，燃气的。其实也可以选装燃油的，是吧？我们可以选装那个柴油灶。嗯，吸星灶，这个火力还是可以的。对对，比较猛。嗯，这个下面应该能放一个5公斤的燃气罐。对，5公斤的。嗯。哦，这个后面有一个摩托车的架。啊，这个马桶是放在这后面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嗯，这个摩托车架能承重多少斤？100公斤。100公斤。但是这台车140。140公斤。啊，这个储物舱是不小的。哦，这里边装了好多东西。嗯。这个储物舱能有多少升？哎，这个上面的储物舱足够大的，这是床底下的空间。对。嗯。反正基本上我觉得居家旅行的东西应该都能装下，钓鱼竿啥的都没问题。对，这个跟那个是通了，通着了。嗯，通着了。嗯，这边是一个试电的接口，这个是空调的主机，空调的外机。对对，嗯，那边机舱。哦，这是那边就是脏，这个线走的还是很规范的，板正，板正，走的很板正，啊，这个板不板正倒是维修的时候要了血命了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不板正的话，这个车的高度是多少？3.15米，就最高处3.15米，啊，5.95米，5.99米，5.99米，宽呢？带反光镜是2.45米，带反光镜的情况下，车体是2.32米，哎，这个位置是什么的散热口？这里是加装了一个新风系统。新风系统，嗯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豪哥这个魏豪房车的内部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床罩的原因，我瞬间就感觉我登机了。这绝对是这个有这个叫啥？绝对是有这个95至尊的感觉。这就是古代不能用的明黄色，但是现在进入我们寻常的普通百姓家了。我试着从我的角度去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。哦，这个车这个电池是多大的？1200安时宇能通的电池。1200安时宇能通的电池，3000瓦的充电的一体机。对。然后太阳能板能铺到多少的？1050瓦。1050，我靠，这是宇宙大爆炸呀！这个1050绝对是铺的是很多的了。嗯。是冰箱是吧？然后，哎，我看这个是西门子洗碗机，西门子的洗碗机。啊，这个床的长度我目测一下，这个应该有将近1.9米，然后1.5米，1.2米的，那这是一个单人床。这个车就只有这个床和那个额头床。那也就是说一张额头床的尺寸是多少的？1.4米×2.1米。1.4米×2.1米啊，那应该是理论上一家四口问题不大。对，就它的路，我们不看冰箱。看看冰箱啊，说看冰箱，对，大姐说看啥咱就看啥。这个冰箱是什么？哪个品牌的？赛特福德。啊，这款是这个那个，就是冷冻的程度可调的。对对对。啊，上面是冷藏，下面是
下面是冷冻，这个冷冻空间比较大。然后我看这边是一个厨房区域的洗手盘，嗯，这都是一些储物空间。嗯，豪哥做的菜，豪哥在这里边放了衡水老白干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因为好多车友跟我问说，这个就让我比较说，豪哥的这个旅行家一号和阳光的深度玩家，说到底谁好，哪个好？我就说，我说你就先，你就问，你就看看他俩谁揍我，你挑一个吧。所以这个不能比较，但是我确实给大家拍一拍车，别的我不敢说啊，因为豪哥玩房车确实玩很长时间了，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边应该是会有很多就是他玩出来的经验的设计。那这个是空调是吧？这是三菱空调啊。嗯，这当放这个盖板就是从美观的角度。嗯，看完这个豪哥这个魏豪系列之后，我其实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个车的这个电啊，它是足够的。你比如说它是1050的太阳能，1200安时的锂电，这个绝对是很大的电了。270升的净水箱，在这个配置里它确实做到了大水大电，这是真的是一个老玩家出去之后他才知道这个水电的重要性啊。那么这个大水大电的情况下，在你出去的时候基本上能够保证啊，我觉得这个的储备量，天气好的情况下，你基本上是不需要接试电的。这个车的价格是468800，房车生活方式，弄回家。关注老万，一起分享房车知识。